里啊？蝌蚪，蝌蚪，一堆蝌蚪跑进去田螺里面去吃田螺的肉啊，而且越跑越多了。哪里啊？在这边啊。哦，那里面有蝌蚪。然后田螺死了。还没有死，田螺还在动，但是蝌蚪它只会张开，蝌蚪就跑进去，张开蝌蚪就跑进去。那里面有一只蝌蚪。有一只，你怎么知道？我刚看到了，你看要合起来了。我看到有，可以看到蝌蚪的影子在里面。我看，田螺在跑了。嗯，在这里啊。我看里面呢。你看这边有尾巴，有没有看到？那个蝌蚪的尾巴。这边也有啊。对啊，蝌蚪跑进去啊。哦，进去了，进去了。里面还有一只啊。所以现在里面有两只，对啊。哦，难怪每次我想要提，奇怪怎么有田螺被吃掉，因为是被蝌蚪吃掉了。好特别哦。那我们可以。